帝有什么意图？还是没能瞒住你。我是来劝你退兵的。天神残杀驱逐阿修罗先祖时，就该料到这一天。这是阿修罗族的复仇之战，无可避免。若要归根溯源，是当年的阿修罗族不受约束在先，轻易伤害无辜天神，导致天神对整个阿修罗族产生恐惧，阿修罗中又有无辜者因此深受偏见之苦，越发激起了对抗之心，于是双方世世代代的仇恨由此循环而起。一切归源于两族的天性不同，而因这宿敌之名，千万年间两族却有无数无辜者因此牺牲，结束这场战争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后来阿修罗族从不议和。我知道阿修罗之间是以战斗互通心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就让我用战斗来传达自己的心意。任何人向我挑战，我都不会拒绝，尤其是你。如来。朋友的心意，不愧是我最重视的对手。